我的你要见还是我It's Razor Bob La. Ever wondered what it's like to be a celebrity? Taiwanese singer Alan Kuo was recently in town to promote his new album One Day, and Razor TV followed him around the island to find out how he spends his day.介绍这个台湾出名的名产鸡饭，好，新加坡。我们现在呢正在享用我们的这个午餐。那午餐呢，一下飞机呢，就是这个新加坡的同事们问我说要吃什么，那我就说怎么可以不吃鸡饭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新加坡的第一餐呢，就是 chicken rice。好耶。在同个地点，让我想起了从前。这首全部做 R&B 的，没有摇滚的歌了。我要跟李玖哲他们尬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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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敢扣了。No no no。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大家看嗨到底啊，都说超觉得文森拍的超烂的。对，因为上 Ruby 的电台啊，我说靠，文森怎么拍成这样子啊？我说很好，是有拍的很好。文森的有这么烂吗？没有烂吗？我非常气。没有说好的，文山的那段对，我每一段都没有。Yo, what up? It's Razor Bob La!